好，咱给三个娃拍一个录像啊。好，我们来拍个录像让他们。你看人家，人家你看人家这个，你看，两个头。我们激动了，来，我们激动，激动了。哎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他的小嘴巴好可爱哦。你们家的也很可爱。嗨。小猪来了，小猪来了。你怎么不笑？奶奶来了，奶奶送奶奶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不要吃草。要吃草。哎呦，这个转弯转得真好啊！你看哥哥爬得好吗？就他胆子最大了，他都不哭。对，一点都不哭。好淡定啊！吃草了呀！我觉得好像是。哇，怎么这么大的草呀？差不多。这是奶奶，这是我们家奶奶。奶奶来了。奶奶爷爷都来了。嗯，我们家的爷爷。你看，人哥哥给你。跟你回眸一笑，你赶紧跟。对呀、啊。哇，好，哥哥来。差不多是吧？没。都差不多。他八个月了，我们七个月，我们这快两个月。小心哦！奶奶在里边，他们有个弟弟哦。先倒出来一些，来，我们拉起来。啊，别吐口水好不好？哇，你们都好壮啊！起来了。对呀，我们这个比较苗条。